今年恰逢阿里18周年，9月8日晚，阿里巴巴集团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召开了2017集团年会，场面甚是盛大。而网友们最好奇的应该就是马云又会送给他的员工们什么惊喜了吧？唱过摇滚，演过小品，秀过魔术，这一次马云改跳舞了。他与合伙人一起扮演了迈克尔·杰克逊，还跳了一段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有网友就评论道：“简直帅炸了！”